一姓张，张文成，谢和创意有限公司执行长。十月份每个礼拜晚上啊，都会有一场环境关怀系列的讲座，是由我的公司策划的。那今天由我带头，在这边为各位介绍我们这两年其实还蛮夯的议题——早教。好，接下来，想问一下台下的前辈先进们，有没有人是因为关心早教、大谈早教这个议题过来的？一二三四，好，请放下，谢谢。好，今天我的论述会偏向科普、公民科学，所以也许跟我们的主议题稍有差别，所以大家听完之后有任何可以指教的，请不吝告诉我，谢谢。好，这个就是早教，有没有像一朵一朵的云？有没有知道这是哪里？北海岸，这里有一颗雷达，这里是富基渔港，知道吗？老梅，还有石门、奥迪、观音，还有，好，这里是石门。北海岸有一个石门婚纱广场，我是站在那个白色的那个教堂的那个门对着外面去拍的，它刚好是当天刚好是那一个时间点的大退潮，其实整个早教都露出来，蛮高的哦。虽然没有关心的一公尺，可是它也有八十公分，其实差不多了。好，早教是什么？早教抢救大谈早教行动联盟说，早教是植物造的教，珊瑚礁是动物造的礁，他没有很明确的说藻礁是什么。好，特生的刘静宇老师，唐霸子，他说藻礁是指可以钙，会钙化的石灰藻，在那个死掉之后，经过千年堆积的一个礁体。然后关西野保区的官网，藻礁是由无节藻在应激质上生长而成的生物礁。农委会官网也有一套定义。然后科技报道是湿地协会陈昌波老师跟那个林信柱老师，他们有一套比较新的说法，有一个地质藻礁，还有一个生态藻礁。啊，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是因为2014年底，我带着这一群教练会玩水，很厉害，可是对生物的，应该说是生态调查的一些技术一无所知的状况下，他们整整花了两三个月才搞清楚什么是藻礁。什么是藻礁藻？好，这一片因为色差的关系，所以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清楚。有没有看到这个黑黑的？其实是绿绿的，上面是盖满了石醇。哦 ，OK， 两边好像比较清楚。好，盖满了石醇，这个是藻礁。有没有要再猜猜看这里是哪里？一样，我的样区都在北海岸。贡寮，贡寮还有没有？龙洞湾，龙洞湾还有没有？没有。好，这个地方在牛埔子，在那个浅水湾，再往西边一点点。浅水湾知道吗？知道。有一片很大片的那个住宅，然后停车场。我们停车场奇货可居耶。好，接下来有没有人告诉我藻礁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藻礁在哪里的？请举手就好。绿色的，绿色的，这个吗？还有没有？深咖啡，这个深咖啡，这个深咖啡，还有没有？粉红色，粉红色，粉红色，白色，啊，都猜了，都猜了，很好，一定有答案嘛。什么？下面那个？这个、哦？还是这个？这个是不是？
好，我来揭晓一下，我圈起来的地方，是藻礁藻，也就是所谓的生态藻礁。好，我们继续看了哈，这个呢有没有清楚一点呢？有刚刚那一张的提示之后，在哪里？白色的，白色的，还有底下有点泛紫色，对不对？来，我们来看答案，对。好，再来这一张呢，形态稍稍不一样，灰白灰白的嘛，对不对？好，好，绿色的是虎胎，它是另外一种绿藻，它不会成礁。好，再来，大家慢慢都知道，对不对？来，我来讲述一下，当时我带的这一群教练，其中有一个文武全才的女教练，她本身是故宫的，应该说是签约设计师，在帮故宫做文物创作的，她的文笔也很好。她说找不到，找不到，上面有一个找不到，下面一个找不到，是我本人对藻礁至今的心路，认识至今的心路历程。然后她从生物的角度，从植物的角度开始跟我学，跟我请益，然后学，慢慢学。藻就是很像植物，但是又没有维管束的东东啊。礁很明显的就是海边那些石头，但是这两个字组起来，我完全没有办法确认藻礁是什么。好，再来，这个是藻礁吗？不是啊，对，是石笋。好，再来，这个是吗？是白化的藻礁啊，待会会提到。好，再来，如果再加上一个字，会变成藻礁藻。好，那就变成一个谜团了。原来不是每种藻类都会造礁，死后会留下石灰质，增加礁体的厚度。然后呢，藻礁是由造礁藻所建造而成的生物礁。他觉得这是一整段的绕口令，绕完一圈之后有讲跟没讲一样。我相信当时很多的教练应该都是这样的想法。好，接下来找不到哈。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附着在石头上淡紫红褐的是活生生的藻礁藻，开始绕口令哦，啊，藻礁藻跳出来了，好，然后有一个重点，环境条件不适合生长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死去，所以颜色会慢慢退掉，啊，从所谓的红色系、紫色系退到剩下白色。好，刚刚有放过这张照片，对不对？这个是要死不活的，这个底下是死掉的。为什么要拍这一张？它就是慢慢这样一层一层叠上去的，中间可能差了一两年，可能差了三四年，可能差了五六年，看它当时的生长状况。好，这个是什么礁？珊瑚礁。不是藻礁吗？不是，我放错了。好，没有，我是确认大家都是清醒的。珊瑚礁真的比较容易认识，对不对？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好，没错，它是珊瑚礁。好，就在这些找得到啊、找不到啊、早知道啊、早知道了，慢慢三个月后，三个月，他们花了三个月。好，他早知道了，说他原来知道了。好，北岸的藻礁规模大小不一，然后呢，藻礁会因为泥沙而堆积而死气沉沉。哈，这是我们当时在做一些生态调查的时候一些条件。好，我给他们的条件，让他们去确定一些特征的一些指标。好，然后重点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些污染，或者是说没有这些淤沙，它会生机盎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鱼虾蟹，因为它们本身都会潜水，很会玩水，所以其实到水面下是一片生机。好，所以它给了我们绝佳的机会去观察藻礁在不同的生长阶段的样貌。啊，也提醒我们藻礁的消长跟变化。其实这些东西大家早就知道的，只是大家不去关心它，不去关注它。好，接下来藻礁会在哪里？这是我们比较常见到的藻礁，台湾藻礁的分布图。第一张这边新北市，好，石门区、三芝区，然后淡水有一些，桃园的部分就是比较有名的，好，几个，大潭藻礁、关心藻礁。然后南部的话呢，恒春半岛，啊，林信柱老师这边特别有强调是在东岸，差不多是在丰碑山那边，因为我有去确认过，啊，因为很多人都说垦丁有，
可是基本上西边真的都是珊瑚礁，在表层的，能够让人看到的，肉眼看到的。好，这一张是，这一张是联合报的，但是它的资料应该是来自特生。好，桃园三支石门这边三仙台跟三元其实真的也有，啊，东岸这边其实也有，垦丁，然后澎湖这边也有，啊，所以它是更完整的。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大家今天想要来看的东西。桃园藻礁这边，好，关心藻礁、大潭藻礁、白玉藻礁，然后一路上去，大潭发电厂在这边。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这一块。好，记得当时有争议的时候，小英总统他们去看的是关心藻礁，好，是农委会上面登记的那一块。他们认为这一块跟那一块是不一样的，大家觉得到底不一样？为什么要把藻礁切那么多段？在一起，连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是人为的去用地名把它切断，对不对？好，再来，我们北部其实我们一年的调查。从这边大概是核电厂的出水口，阿里棒那边，一直到顶埔这边，就那个淡海污水处理厂的北缘，基本上这一整段也是完完全全连续的。可能在白沙湾那一段，大家常常去看会觉得没有，但是没有，我们的教练潜到水底下去，把沙拨开来，底下是有藻礁的，所以基本上。它只是躲起来跟你躲摸摸，实际上它是连着的。好，这一段有多长？大概20公里。一样，它在低潮线的时候水面露出，虽然 不至于到关心的1公尺，但是它也有70-80公分。重点是它最宽的地方也有300公尺。好，藻礁的地理描述。我们比较关心的关心藻礁全长是27，但是现在有1/2红色的这一个区块，因为不间断的二裂水质水体排出，就是桃园这一块，桃园整个上下游的工业区的排水，所以其实他们真的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完全没有生机的，那关心藻礁这边将近4公里长，绿色的这一个区块，它的宽往外海可以到500公尺，厚度有3公尺。这个部分是指一直到他们有做地层的岩心探测，所以有打岩心下去，实际上是3公尺多。然后露出了退潮的时候可以露出水面1公尺，这个是我们一直在保护藻礁的时候一直在提的，这一块的重点。然后我们那一年跑了这20公里。上面是我们曾经待过、曾经拍过照、相机自动帮我们打卡的地点，密密麻麻的，比较大的几个是我们比较频繁在移动的样区。实际上它离20公里，它离27公里没有差很多，而且它整段都是活的。好，2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事。有参访，有活动，有带环境教育的课程，然后有做生态调查。然后刚刚有提到这一张，它的低潮时，它露出了水面，露出水面的高度不少于70公分，最宽处约300。这个是在六块厝那个部分，因为它早期是军事管制区，所以其实也被保护得很好。目前。会看到很多的砾石在上面，但是你把砾石搬开之后，底下都是藻礁，都是藻礁，所以如果有打岩心的话，他们如果都差不多年纪，理论上啊，推测它应该也是6000-7000年，它底下应该也是2-3公尺，只是没有人去关心，因为大家都在关心，其他地方就不关心，没办法，因为心只有一份嘛，对不对？要放在重要的地方啊，好。所以刚刚两个拼凑起来，北台湾藻礁千年前的原貌可能是什么样子？这一段是我们的样区，
这一段是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桃园部分，中间缺了一点点，对不对？来，我跟各位讲一下中间的故事。中间大概就是我提的淡海污水处理厂，顶埔这边一直到下面林口电厂这一块，它发生了什么事？好，先看看啊，这一块整个被整地，现在变成淡海污水处理厂。这一块是沙轮，沙轮一样，上面都是沙，但是下面会不会有藻礁？因为那边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没有让教练下去。不过我预测应该也是有。为什么会有？是因为跨过来这里之后，湾仔尾沙洲，目前这里因为台北港的北堤，所以他在做淤沙的堆积。哦，它的层理构造是现在在做堆积，但是我大概1994年、1995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的样区刚好在这两块，我到海边去，那时候全部都是黑沙，是很黑的黑沙，我可以看到藻礁，我有看到藻礁，照片在老师那里，可以去找老师要，如果有需要的话，好，在文化大学，好，台北港这边再往下，因为一样。他盖了这一个，所以这边的淤沙消失，目前正不断的在掏屎之中，所以大家他不断的在丢肉粽，不断的在丢消波块，不断的在筑堤，啊，那这边是林口电厂的码头，啊，所以刚刚看到的缺口是这一段，有没有藻礁？一定有了，一定有，啊，一定有。好，我们再来详述一下淡水河口。1960年代以前，淡水河口是淤积型的海岸，因为淡水河那么大一条，而且上游基隆河又有大安溪，对不对？流沙应该很丰富。但是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完成之后，沙应该有大量被堵在上游了，所以自然下来的变少了。重点是河沙，好，河沙开采，一直到1987年，淡水河开始管制的时候，巴里还是没有。所以那边是一直在做海岸侵蚀的状况，比照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我93、94在念书的时候，所以我会看到藻礁，好像是很正常的，因为沙一直在被掏走嘛，藻礁又露出来给我看。好，那刚刚有讲过，他们现在在做各式各样的防护体的工程。好，对藻礁。有没有早知道的感觉？还是目前还是找不到？稍微知道了哈。好，然后它在哪里？我给大家跟各位讲一下北部的地方，有空大家出去看看。其实现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景观设施都做得很好，防护设施都做得很好，大家可以蛮安全的去看到这些自然的景致，而且是上千年的。然后接下来要讲的是。那我们那一年的监测到底在海边做些什么？到底在潮间带做些什么？海岸监测资料库建立、演化、分析、比较、环境数据监测、采样调查方式确立、环境交易模式，这个是我在中研院写计划的模式。当我把这些东西拿给教练看之后，教练给了我一句话：“我的老天鹅，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好，所以。要转念的是我，绝对不会是他们，所以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太太也一直告诉我，你要让他充满乐趣，充满乐趣，还有不断的乐趣去刺激他们。好，所以我拟了第一份的志工合约哈，工作内容与协会工作人员陈小周或勇于天地之间协助收集洋区水质监测数据，啊，与协会工作人员在陆域潮间带。使用本会提供之现役最新款数位相机，我真的去买最新的，啊，然后一同反转顽石，摆荡水草，寻找记录潮间带丰富的生态。第三个，与协会工作人员在大石上与堤岸边使用本会提供之现役最新款数位相机，一同仰望天空，俯瞰地平线，寻找鸟类飞翔世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玩？生态监测嘛，好，这样人家才会来。好，那回到教科书版就会长这个样子。好，预定时间、计划内容、工作地点。好，所以其实它的背景值还是具有权威性的，只是在台面上的字改成这个样子而已。好，
接下来把这一群人把这一群种子撒出去之后，他们带回来的东西101%老师都不会接受，因为他们会说实在是用占用我的时间太多。如果是训练有素的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出去采集十张照片，他花十份力气，他花一样的时间大概可以得到十份的东西，这些教练100份可能连一份都不合格，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来，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这个是我你的一个作业流程，这些东西是我请教练出去拍照之后，请他们第一个利用时间，第二个利用地点，第三个利用人名，好，去做一个就是档名，然后把自己所有的照片都放进去，上传到 Dropbox， 好，我租了一个 Dropbox 的空间，这样 OK， 协作没问题了吧？花了钱就什么都没问题，然后有网路就什么都没问题。好，大家就开始拍，去哪里拍，只要有网路就开始上传，我就每天在后面收资料，很正常嘛，对不对？廉价，廉价又实惠。好，接下来呢，我要开始整理，因为这些整理的工作绝对不会是我后面聘请的顾问或老师，所以我得自己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做初筛。理论上啦，原则上我没记错的话，那一整年我大概每天睡2小时，不会跟萧强差不多。好，整理完之后呢，我利用 Dropbox 的协作功能，跟后面平台的研究专家，大概也都是我之前中研院的学长、老师、同事。Dropbox 功能蛮强的，他在这边就可以做线上的问答，帮我直接做建总，帮我直接做问题的解答。所以这些东西是我每天只睡2小时，除了做筛选之外，另外在做的工作。不错啊，有人摇头，可是我觉得很有效率。只有对不起我老婆耶。好，最后再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就变成可以交了报告。这样子完了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老师说你们这些东西不能用，因为是我们整理过的东西嘛，对不对？好，然后来看一下哈，为什么标准值降低这么重要，标准差降低这么重要。这个东西刚开始，可是我觉得已经是找对了，因为我大概可以知道教练要我看什么。就是中间这些牡蛎壳嘛，然后另外我这一张就完全看不到他要我看什么，总不会是水吧，或是水的反光吧。好，然后像这个聚焦，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只石黄，你如果没有聚焦，你真的不知道他在拍什么。刚开始真的90%以上都是失焦的照片，可是他们很认真的交给我了，所以我要很认真的对待这些照片，我就说我都看过了，所以我把它删了。好像这个是有题，他会去指，像这个当初是在讲玄武岩，因为在北海岸其实就是以前火山的熔岩遗留下来的，那像这个东西他也这样拍，他可能是要告诉我这两块是要 交答案交报告，可是他没有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我看什么，我只能给他一个答案叫我只能给他一个题，什么一个名字叫无题。所以其实很多的照片，如果是这些东西，不是不能看，是真的花了这些时间，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东西。好，接下来要更好玩，对不对？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些教练绝对没有问题。在北岸那么污浊的环境，甚至冬天大概十几度的水温，反正他们说跳就跳，说下就下，两件防寒衣穿上去就跑了。但是其他的部分呢，像这个，这不是在打麻将哦，这不是在游泳，这个是在做贝类的一些行职见识的一些教学啊，一样是中研院我的学长啊，请他过来教学，然后这个就把它设计成桌游嘛啊，这是我们的两位理事长啊，然后这是我，然后这个是我们后面的摄影师啊，也是协会的副理事长，我们把它弄成桌游来教大家怎么去认识这些东西。好，这个呢，那个副理事长站起来一下，他蛮帅的哈。对，比照片帅。你在高潮什么？高潮指的是高潮线
好，我们在2016年一月的时候做了一次关心早教的参访的一个排程，那特别请特生的刘俊宇老师来这边帮我们全体的教练做了一场很生动很丰富的讲解。那这个东西是在做包埋水晶胶，大家去博物馆或者去文物馆常常会看到有贝壳有标本，动物植物都有可能埋在透明的胶体中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是我们在其实是在教大家继续认识标本啊，那只是用一些美工的方法，应该是做坐牢做的方法，用比较生动的方法，用比较诙谐的方法去理解这些东西。好，接下来刚刚有提到的是环境教育的成果。环境教育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也可无，但是要让这一群完全没有经过师范体系训练的教练们去做环境教育教学，其实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每一个企划案，每一个教案都是改到一大堆人在上面线上改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们前几次的演练，这是我们的总教练，这是我们每一个小教练。有人说在左边，有人说右边，有人说上面，有人说下面，就搞不清楚大家在做什么。因为指令不标准，指令不标准，所以变成下口令的人，让别人理解到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想要知道这些很好玩的东西，那个扫一下这个 QR code 会有文章跑出来。有没有要扫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好，第一个要教他们讲统一的指令。接下来我们的国家海岛国家给了我们更复杂的指令。我的样区对不起，我的样区在六块错渔港，在三支，所以我们活动的地方来看一下临近渔港，所以有一个渔港法，然后因为是本国的水域，所以要遵守水域游戏活动管理办法。接下来因为它位在北关国家风景区，所以还有观光发展条例，你可以干嘛你不能干嘛。再加上本次活动，我们的三次活动刚好都遇到台风，我跟台风很有缘，待会再跟各位聊。所以它又被台风警报期间的法规约制。接下来还有没有？还有好多，就你在一个地方活动有好几套法规在约束你，你遵守了 A， 你可能触犯了 B， 你遵守 C， 你可能冒犯了 D， 就你被抓去关，你可能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目前在海域活动，在水域活动可能遭遇到的状况。所以怎么推海洋，怎么推海洋立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大家可以用跑的。好，台风7月13号、8月9号，就这么刚好，我们排的时间大概都半年前排的，差了一个月。台风都是在前一，台风都是在前一天就这样扫过。这个台风非常的严重，对北台湾造成重创。尤其是在乌来的地方，有没有人记得2015年有一个台风？苏先生，苏迪勒，把整个乌来变得面目全非。好，一样，台风来了怎么办？海上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一发，是不是就一切都泡汤了？没有。中研院训练出来的怎么可以说不采集就不采集？当然是尽可能的完成任务，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解除台风警报之后，陆上台风警报之后的半个小时，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在
我预测台风警报解除，陆上台风警报解除是在八点整，所以我们那天的活动照常。我请大家在岸边等，哦，不要让海巡人员难过嘛，对不对？等到我确定台风警报一解除，我马上就说我们解脱了，我们可以下水了，就这样。所以其实如果很精确的预测，很精确的安排，不是你想做什么，老天也是挡不住了。哎，这样好像怪怪的。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可能没有清，旁边不知道清不清楚，旁边都还是外围都还是波涛汹涌，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顺便跟大家聊一下藻礁的功用。其实所有的礁，包含像我们的人造的堤防，或者是像消波块，都有这样的功能，它会把外来的大浪、长浪，在撞到它的时候就变成碎浪，碎浪的破坏力就很小了。如果你是长浪涌进来，它可以靠这个力量继续往内岸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可是如果它在外围就碎掉，就像这个样子。这是台风天哦，这是台风天哦。好，好，有了前面的安全，有了前面的训练。然后我们也有了一些预测的经验，还有紧急应变措施。我们终于在三个月的训练之下，完成了一套下水饺的食谱。好，因为要把人丢下去，就是在下水饺嘛。好，我们的那个环境活动是浮潜跟潜水的体验，所以就像是在下水饺。好，这是我们的现况。好，北海岸到底能不能潜水？没有不行，只是第一个比较累，你可能要走比较长的路；第二个它水比较浊；第三个它可能没有很多的东西，好，跟珊瑚礁区比，没有很多东西可以看，没有那么精彩。可是如果你是目的性的，其实每一段海域都有它很美丽的地方，哦，可能光找一个物种，或是找一个地理特征，你就可以花上半天。可以花上一两只气瓶再寻找。好，上面是我们的协力单位，这是我们的活动。其实自己本身是水动运动协会，我们的友会像新北救难协会、海上救生协会都是我们 很好的友会，他们都很挺我们。像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活动，他们甚至会出一些装备，我们在合法的申请之后，他们都会来支援我们。那请问上面比较赏心悦目还是下面？下面是小鲜肉，上面是老肉包。这一群是当时总教练底下，专门在做，应该是他的学生啦，他们是台北海院的学生，当时还是台北海院吧，每一个都年轻有活力，有了他们，我们 女性的那个环境教育的学员不会少，没也一梯比一梯还多。好，那我们到底在潮间带做了些什么，完成了些什么？回到原来了嘛，资料库，然后演化分析、环境监测，然后调查方式确立，还有环境教育模式，基本上所有的执行度都到达100%，因为这个人力绝对不是一般的研究案或研究计划可以比拟的。就我们真的就是用了所有的志工，请全力去做。有一个地方低于100%，是因为当时刚好捷运轻轨在施工，所以他们把很多的地方都挡起来了。那因为我们的层级到不了这么上面，所以就很多地方被挡住，我们想要看的东西就看不到，想要监测的东西就监测不到，所以有一个部分是比较不弱的。好，这个是最后一天，9月12号，大家开开心心的做完浮潜跟潜水，里面有很多是从高雄跟台中来的，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但是他们说听到台北可以潜水，他们觉得很好奇，就杀过来了，这就年轻人的活力。好，这一张密密麻麻，只是想要跟各位讲，我们服务了800多个人次，本来预期只有200多个。但是我们服务了800多个人次，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又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像刚刚讲的包买，刚刚讲的桌游，各式各样的活动。好，那
知道了这些东西，有没有机会让早教帮我们找到未来？这个是2015年7月29号好的捐赠活动，我们很幸运的在北海岸大家都不认为有珊瑚的地方找到了珊瑚，有脑珊瑚、紫卵珊瑚还有鹿角珊瑚，它们都不大，可是如果照它们的成体照现况的体积的话，就是它的大小的话，应该也都有5-6年以上，我就不特别讲它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保护它的能力，如果讲了有可能它隔天就不见了。好，再来水温的部分，这个水温是从2014到2016年初，我前后又各多做了几个月，基本上呢它都还在历史的最高值跟最低值之间，所以水域的水温没有很明显的升高，只有略微偏高。想要了解它是因为想知道为什么这边会出现珊瑚。好，再来，这个是石门渔港，就那个很有名的石门肉粽，石门农会的肉粽那个旁边，然后这个是富基渔港，我记得这个是2015年2月吧，我跟着教练、总教练，还有跟着救难协会的执行长一起去做场地的初勘。我们到现场其实闻到的都是尿骚味，就一阵一阵的飘来，东北季风嘛。我们会静静的在那边，总教练在看数他的浪，然后那个执行长在看他平常在看的渔船的介护。那我就站在旁边看藻礁，我们大概停下来10分钟，然后三个人异口同声说：“怎么那么臭？你尿尿？”我说没有啊，然后我们就循着这个味道去找。那基本上整个北海岸看起来，不管是人多或人少的地方，我们的民生废水通常就是看起来了，就是直接往下往海里排。那水体很大，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造成明显的，海藻的增生，所以表示可能还好，没有很强烈的优氧化。可是这个是不是长远之计不知道，因为如果接下来都要发展的是观光这一块，都是无烟囱工业这一块，我们不断的把人引进去的期间，这些东西的增加会不会让我们的环境变得不好，这是一个要讨论要思考的问题。再来，这个是我刚刚在讲的水尾仔，就那个下那个顶埔那边，就是那个淡海污水处理厂的北缘，我们有一个简易的垃圾掩埋场，应该是民国80几年停用，但是它就一直堆在那里。如果看得清楚的话，这边2014年就已经有埃及圣环很多很多了，为什么？因为那边很营养，都是垃圾，他们饿的时候就去翻，饿的时候就去翻。黄色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藻礁区，绿色的这条线是我们的高潮线，大家猜一下那个掩埋场、那个掩埋区在哪里？掩埋小山就在这里，对，他在等着，可能政府的预设就是等着被浪、被台风刮走，比较干脆一点，以后也不用恢复，所以你在现场看到的就是，对，都有埋着，但是基本上都已经裸露出来了，现在去看还是一样。5年了没有变，欢迎大家去看。旁边还有一个好像流浪狗收容中心吧。好，这个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对不对？反正我家在上游嘛。海洋垃圾，大部分可能都不 care 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2012年10月22号，在哪里？猜一下，应该不难。不难确定的哈，巴黎左岸呢？对，好，这边有啊。好，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刚刚那个造成的？我们不能妄下定论，但是我有回去推敲，2012年9月跟8月各有一个台风，我忘了是什么名字，对不起，都是中度跟强烈台风。
基本上八月的那一个台风还做回马枪，先从垦丁穿过去台湾海峡之后再往回打，沿着东岸一路上去，所以基本上他在我们台湾待了三天。有了八月跟九月这两个台风，因为十月没有人在进滩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先他就先摆着，就这个样子。所以到底好不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不好。可是如果没有这样，我们进滩就没东西可以捡了，对不对？所以对进滩这件事来讲，这样好啊，对不对？可以教大家更多的知识，可以教大家更多的尝试。要想一下哦，我不知道好不好，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目的性。好，接下来看一下数据资料。这个是几个车站的悬浮粒子，这个部分是七月份、八月份，然后四条线分别是我们的样区。有没有发现这个部分除了新庄子之外，其他都偏高？对应我刚刚讲的故事，有没有人知道它怎么了？我要送礼物，我要送礼物，我要唤醒大家。台风吗？是那个垃圾，你不是说垃圾已经被消了？悬浮粒子蛮小的啦，所以跟垃圾可能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重点答案，八月份我在执行的活动的时候，每次会遇到什么？台风啊。对，就台风来，就苏迪勒来，它就变成这样子，整个的淡水河出海口这一整块，就像味噌汤一样。就像魏真的，有没有去过阴阳洞、紫莲洞、阴阳海？就像那个样子，真的就像那个样子。你看它从上面冲了多少的泥下来。好，我要送礼物，那个我的小帮手，麻烦你。谢谢。我还有八块哦，很好吃哦，今年三月才上市的哦，云林百大伴手礼哦。而且从来地球上台湾从来没有过这种口味的酥饼哦。好，接下来溶氧的部分波动其实都蛮大的，以基本指数来讲波动都蛮大的，这个有点技术性我就不多提，但是基本上一条线是比较好的啦，那这样子是比较不好的，就先这样。好，接下来那个明星物种一定要，这一只是 I 有 I 有单，还有嘞，还有没有？其实上面有答案的，埃及丹顶鹤是不是？丹顶鹤。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一只小明星一直待在这里？现在好像还有丹丹那个湿地嘛，米有没有清水是不是？金山那边，对，金山那边。好，因为我们要让调查变得有兴趣，一定要配合明星物种嘛。就你把外面的套子穿起来，然后在那边演戏，大家觉得哇棒好棒好棒好棒，这样才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些明星物种来加持我们的监测活动，有找到就送奖品，有找到就加分，有找到就送潜水十支，那个气瓶十支这样。好，调查完之后呢，有一个物种的数据在这边。好，这个报告，这个表格是引用，那个关心藻礁2012年在做监测的时候的结案报告。好，垦丁珊瑚礁区，它的藻类、海藻、刺胞、软体环节，就这一类底栖，还有一些大型的生物，然后还有鸟类，总和是1134。很明确，珊瑚礁还是有它的天赋异禀。高美湿地的部分大概是129。北海岸的砾岩指的是就是不是藻礁，是那个岩那个砾石比较多的部分是67。然后当时他们把北海岸藻礁另外做是125。可是其实中间差了3年而已，
我带的团队找到了426种，找到了426种。好，所以要跟各位讲，那个学者的报告不可尽信。虽然他们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学长，不可尽信不代表我们不努力，而是中间有很多的小小的美感。有没有人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台风天不能去。啊，对，这是一个。然后他们不能常跳水，他们不可能一天到晚揪在样区，对不对？那他们其他调查、其他工作都不用做嘛，对不对？还有没有？他们的人力也不够，对不对？重点是我离开中研院之前是在软体动物学研究室工作，啊，所以我后面一群都是软体动物学，就是螺啊、贝啊、头足，大概是章鱼、乌贼这一些的权威。你看我的数据，我的软体动物有182种，你看他们是9种跟22种，因为他们实验室没有来找我们帮忙嘛，所以就这样。那一样倒过来，其他物种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不同专长的研究团队做出来的数据当然也不一定一样，而且这么多眼睛在看，同一只鸟，你可以确定你看到的是不同只还同一只嘛？搞不好你一只数了8次，因为你在那边待了8个小时，对不对？我们有记录物种，我们有记录数量啊，所以为什么最近这2-3年，我们观鸟的数据里面的数量急剧上升？搞不好大家都会数同一只鸟，可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参考价值？其实有，如果你能够长期不间断的监测，它会从看准确值这件事情变成看一个波动。因为我们在调查，我们在做研究案，波动这个东西有时候比个别值还重要，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些资料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完全是因为做的人做的内容的差异性，但是有没有它的重要性，绝对有。你把这一张整个拼起来之后，有没有它新的重要性出现？其实有，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做的东西都不被肯定，然后就觉得自己做的是不对的，没有，你只是没有遇到伯乐而已。好，接下来，应该是说信还是不信，就我们做的那一年，2016年，北海岸搁浅了一艘船。对做研究的人可能会说啊，老天也送了我们一个礼物，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差异值。好，那个德翔一号吧，在那个金山那，在石门那边搁浅，好像还有造成一位救难的弟兄往生，啊，因为是在天气很恶劣的地方。然后因为我还持续在做监测到3月，所以其实他出事的隔天早上我就到，因为我本来就排定要去。好，这个是我们1977年到2016年，德翔台北号，我们有这么多的游轮搁浅事件，在2000年才海洋污染防治法公布实行，之前是搁浅归搁浅，反正出来的东西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根本不管你。后面呢，其实也不能管太多，也管不了太多，因为大家都还在摸索这个法案到底应该怎么去执行它，因为里面都是利益，都是利益。好，3月12号，那3月11号嘛，然后我3月12号去拍，大概是这样，它还是一艘船，过了360个小时之后，它断掉了，所以这个黑黑的是什么？油。我们有一个教练很认真的在这一个阶段说要去雇他一天，但是他只雇了15分钟，他吐了，吐完他走了，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个味道。老师，有没有这边是轮机的先进前辈或者是船务工作的经验？我因为他的形容我实在也没办法体会了，所以反正他说他闻了15分钟之后就觉得头晕，然后就去旁边吐一吐，然后就走了，因为实在待不下去。15分钟而已哦，15分钟而已。好，训练有素，对不对？会止了。如果不止的话，我应该说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苔，
有很多的藻，它有籽，它告诉我这个是在上面的油，哦，然后这个是他们现场的状况，哦，然后我觉得这一块还蛮幸运的，有去参与到，就因为我自己当时就是拿着炮管在那边拍照，那当然。我记得那时候是海大的监测船吧，哎，海大的监测车吧，他就来问我是怎么样的身份，当然这个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我就跟他说我刚好这一年在这边做监测，他说那你有什么建议，我说我适合在这个时候出建议嘛，他说没关系你就讲嘛，反正我们听听，我那时候跟他讲，因为我看一下这边没有，这一段海岸其实蛮特殊的，它的潮间带不宽，大概只有100公尺不到，然后它的坡度也很高，所以其实它的低潮线生物都留在高潮线以下，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议，这个也是过去很少人这样做的，我们后来决定就是燃油网设置在高潮线上面，等于把所有的油都拦在大家看得最清楚、闻得最清楚的地方，就在最上缘、最上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下面的生物就不会直接被覆盖上去。好，然后理解吗？不理解？怎么讲？浮油在上面，对不对？然后燃油网一般都是要拦住它，不让它扩散，所以它会把油拦在靠近船的这一边。也就是退潮之后，它会随着这个下降到高潮线以下，因为高潮线上不会有水，所以所有的油在退潮的时候会开始分布在潮间带，高潮到低潮之间。我们倒过来，把油都赶到上游去，然后把浮油网拦在下面，等于尽可能让它留在高潮线以上。因为现场当时启动了很多义工啊，我记得是领薪的，义工。所以人多好办事，他们真的就把它都拦在上面，然后只要一退潮，油一停下来，他们就赶快拿吸油纸去擦。所以虽然制造了不少的吸油纸，还有这些垃圾，但是基本上焚化厂那时候是说处理没问题啦。所以其实等于大概再过了一年，我重新回去那里看，就一样，螃蟹就开始跑跑跳跳的，鱼就开始游来游去的。那个螺还是爬来爬去的，所以其实是 OK 的，不然一般过去至少是要两年左右才有机会做初步的复原。好，刚刚是我们藻礁活动对我们，好，那现在是地球的未来人未知，是对我们嘛？那地球刚刚应该是对地球啦，就有了这些东西，大家回去思考。那有什么影响不知道，可是对我们团队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什么？珊瑚，大部分都是珊瑚，还有海葵，还有海星，还有鳗鱼，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计划到2016年3月结束之后，2016年9月。刚好当时南洋博物馆发了一个案子，是豆腐甲的珊瑚礁监测，因为他们那边要盖国家风帆中心，想要先知道工程可能造成的影响，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团队3个月去进驻。然后当时我们是跟另外两家，一家工程顾问公司，一家学校竞标，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是根本没有打仗的空间，可是最后我们拿到了，因为在生态调查的部分，在数据的部分，我们真的输给他们。可是我们后面提了一半以上的环境教育，刚好正中博物馆的下怀，所以那个我们得了满分，其他两个是零分，所以翻转，我们拿到案子，然后案子一样有好有坏。大家想一下哦，我刚刚提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9月，对不对？9月要去潜水，接下来是10月、11月、12月，对，教练又要穿着2、3件衣服下去了。好，可是，一样，我们还是靠着人海战术把它执行完，还是执行完。然后
有没有看到这一锅汤？这一锅汤是我们在2015年计划刚开始启动，就早教的部分，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机会做 无痕运动，就是我们怎么来走的时候就不留下任何的东西，除了脚印，除了必要的废气，这个目前还没办法克服，开车的废气啦。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自己带这些东西去做，我们连买东西都不买了，你就不会有包装，不会有容器，不会有餐具这些东西遗留。然后我们那时候计较到连这一锅汤最后剩下来要怎么办，大家猜一下后来怎么处理。我再送一个，来，我要举手，3、2、1，吃到肚子里去，汤哎，灌锅的汤哎，还有没有别的答案？请说。带回家，哎，这个不错。还有没有？没有哈、哦，答案是第一个，我把它喝光了，以身作则，我真的把这些灌锅汤喝光，因为要倒到旁边去，大家就开始问了，哎，会不会污染环境？有没有？有记不记得我刚好提到，我们目前海岸的民生废水还是都直接往下排嘛？那我们那个行为是不是在做一样的动作？当然，我们会说、那个很营养，那个没有坏掉，什么什么鱼还可以吃，鱼可以吃吗？这么鱼吃也会三高，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延续到2016年，这个是在豆腐甲，就是你看，反正我要讲事情的时候，前面就会发生一些意外。前几天发生什么事？我们看了3个月天天往返的那一座桥塌下去，每个教练心里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吧？我想，哦，还好不是那时候。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就要去一次哦，这样来，而且每次去是来来往往，来来往往的，因为很多事要做，就在桥上这样跑来跑去。好，这个东西要怎么无痕？离家又那么远，真的越来越难，对不对？后来我们去说服苏澳那个，如果之前有常常走苏澳公路的，在宜兰这一边有一个叫妈妈乐的排骨店，那个排骨便当店很有名，因为他也是专门送苏澳港区的。我花了2个小时，拜托阿姨们帮我们带餐盒，我们就带铁的餐盒半盒去，请他帮我们装。刚开始问题很多啦，你这也带不到啊，你是不要怎带？我要退钱给你吗？我说，不，你就给我多少，我都照做给你。这样不行啦，我们宜兰人很善良。他刚刚跟我讲说，我也很善良啊，我没有跟你要钱。哎呦，拜托啦，就这样撸来撸去。他们真的不愿意。后来我就说，不然这样子，你们就炸你们的排骨，炸你们的鸡腿，剩下的我来弄。我也有丙级厨师证照，好不好？说啊，好啦，那你自己弄。我们那时候第一次，我记得是11个便当还是12个便当，他们就负责炸鸡排、炸鱼排、炸排骨，剩下的东西我自己弄，反正就把它硬塞满。反正这一边先 OK 嘛，回去看看那一边 O 不 OK。回去之后就有了，怎么那么少？你的便当袋那么小，不然怎么办？然后有这么大的，我大的便当我当然是把它装满，我就放很多。等一下还要潜水，你知道吗？我记得是，应该是大，哦，是你哦，那个小英雄在后面，我就把它塞了很多的饭，然后就觉得吃不完，反正就很多问题。你的善意会造成后来必须要克服的一些问题会发生，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啦，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我记得后来因为好像也是台风的关系，我们大概隔了2个礼拜去，有人在笑，没有，他没有影响到我们啦，是阿姨主动说：“阿姨要过来带，好，这次我帮你用，把你用给他漱洗。”然后他们就5个人都跑出来动员，就5个阿姨全部都出来说弄一个漂漂亮亮。他说：“阿姨也在搞那些熊哦，我们做环保商店，好啊，没问题啊。”我还有拍那个5个阿姨站在那里，但是他们都背对着我。然后就反正这些故事就传开了。后来是隔年，我们又做一次例行性的一个监测的一个就是后面的一个观察。
回去之后，他一看到我就说：“阿里过来环保啊，是不？”我说：“对，啊，给那两个你啊。”对，好，所以其实，我们有把这个东西往后做。好，一样，它既然是一个计划，要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要做出影响力。旁边就是港务公司嘛，这一次捅了大篓子的单位。我们先不谈那一个，我们让它变得更好，所以就透过博物馆的可能性去跟他们聊聊看，就是推动环境教育跟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块。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聊生态港，生态港，其实欧洲每一个港几乎都在做生态港这件事情，可以回去查看关键字生态港，生态港计划、生态港工程、生态港建设、生态港认证，这些为什么我们不做？为什么不能做？我们应该更有资格做，因为旁边的豆腐甲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珊瑚群聚，全球第一个记录到珊瑚产卵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有这样子的梗，为什么我们不去好好的发展它？为什么不去好好的运用它？为什么不去好好的跟他们共荣共生？好，这个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不是核弹爆炸，不是核电厂，还有没有？哎，送礼物，送礼物！大家认住的时候送礼物吗？渔船进港，船在哪里？渔船的灯光只会在底部吗？不会吧，上面也有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蓝眼泪，蓝眼泪，什么？极光啦！极光，还有，不是，这个是豆腐甲。来，我开始给一些提示。这个地方其实这几个光线其实是不适合拍到的东西，那个是北边的军港的军舰，所以渔船的高度应该是会在这里，上面还会有灯。然后这个东西我是用长时间曝光的，所以又加了一些摄影的技术进去，比较不像那种快门按下去的照片。我们再想一下，潜水的一定知道，我要送给我自己的夜潜，你知道不？我知道。啊？夜潜。夜潜哦，那个我们的主角坐在后面两位，大哥、大伟，起来一下。他们两个在进行夜间的潜水，哎，不对，三个哎。那个也有，那个也有份，对你也有份，所以这个送给你了，你们三个分了、哦。他们在进行夜间的潜水，这个是水底下的灯、哦。那我可以很大胆的再跟各位讲，可以去看看潜水的生态调查，有哪一个研究团队做过夜潜的？基本上没有。可是夜潜重不重要？我做完这些之后，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夜行性的动物都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又记录到很多。这一次的记录一样，我重新回去比对一些就是学界的前辈，像戴尚孟老师、哦、他们的一些资料，我又记录到一些他们没有记录到的物种。其实这个东西也不算记录到，因为我晚上有进去，我晚上有下去，他们没有，就这样而已。哦、动物的生态是很明显的，很鲜明的。好。然后九月捡到了一个案子，十一月马上有人来邀约，远雄大学的三峡的远雄大学剑桥社区邀请我们去做摄影展，顺便做环境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把我们这几年的一些比较漂亮的照片，海里的照片，比方说在绿岛、兰屿拍到的，或者是像我们这几次计划拍到的，我们做成了一个微型的摄影展，在他们的中庭，做了一个大概半个月吧，我记得的摄影展，然后另外也做了一场环境教育的宣导，好现场，然后后来才发现。里面也是卧虎藏龙，有原委会退休的主委，有国家教育研究院退休的副院长，还是反正就一群卧虎藏龙在这边。然后一样，
当他们知道我们的能耐之后，他们就觉得哎、欸、好玩呢、欸，那要不要常常都来办？那基于推广教育的心态，就是海洋教育这一块当然是 OK 啊，所以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子就发生了。好，接下来隔年的五月，我们拿到了一个案子，是执行 EcoDive 的一个监测计划，这个是在珊瑚礁体检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计划，其实全世界都有在执行，台湾这边之前主要是由环境资讯协会海科馆好在筹办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限制任何人的参与，所以只要你有能力应该是都没问题。那我们弄了一个一样嘛，要可爱要有趣，你不能让它变成自私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弄了鱼骨头，好，弄了漂亮的泡泡，这是我们的那个赞助单位。好，然后每天的课程要做什么，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请到了 George Check 在亚洲的总干事季老师，他本身就是这个计划亚洲区的最高负责人，请他来这边做指导。然后这个是他的助理，然后这个刚刚达哥，达哥潜水的达哥。我们是三天的一个执行，然后培育出了9个潜水员。就是可以在 Rubber Check 这一块，在珊瑚礁体检这一块做一些比较进阶的检测跟调查。那希望接下来也有机会能够动用这一批人员去为台湾的环境做更进一步的服务。好，教练有来吗？好，没有。这个是刚刚除了感谢达哥之外，这今天这整个故事大概要谢谢就是我们的总教练，新北市水中运动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创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是中华民国水中运动协会的副理事长。因为有他，他从那个80年代鲸豚保育的时候就已经在参与了。那时候就是潜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装备都不到位，技术也都不到位，他就是负责在水底下操作的那个人员之一。好，因为他在生态这一块的坚持，所以我们有机会用协会的力量，用志工的力量去做刚刚讲的这些故事。好，8:09，我在哪里？这边。我刚刚有说过，10月份。每个礼拜二的晚上，还有下个礼拜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山猪，这一位李老师，他的书今年刚得到金鼎奖。好，然后为什么要邀请他？是因为刚刚一直提到一个台风，对未来造成重创的。苏迪勒台风，我在去年底接到了福山国小的环教案，然后上去之后发现他们被摧毁的最严重的大概就是后面的蝴蝶公园。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因缘际会，我突然发现它好像是一个从上游到下游的环境教育的整个的故事。因为上游发生什么事，下游造成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今天我们下游恢复了，上游到底恢复成怎么样？所以我希望用他的舞蝶翩翩来把这个故事串联起来。然后最后一个是啤酒与土地的故事。这一瓶酒前天刚得到日本国际啤酒大赛的分组的铜牌奖。这一支酒是用信义房屋的全民社道计划酿出来的启动金，所以这瓶酒其实是一瓶公益的酒。对我的公司的属性来讲，我是做环境教育的，它是我的教材，也是我的教案。可是一样，酿酒的人是我的学弟，也就是10月份会回来台湾跟各位分享的熊大伟。他说做公益的酒要用最好的酒，
所以一年前我们筹划策划了很多，然后跟联合国十七项永续循环，十七项永续发展计划也做了串联，去酿出了这一瓶酒。然后在一年后的前天，我们也达成了我们的诺言，给各位最好的酒。所以那一天会是这一瓶酒的故事。欢迎各位，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还蛮有趣的，我一直在强调有趣嘛，虽然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有趣了，觉得不有趣的请举手。好，太好了。也欢迎各位这几场报名参加。